我们在桃园机场。这是詹的广角镜头，詹，哎，救命！是，我们会安全回来的。李依林，一菲呢？看不到，一菲呢？他有一菲呢？有有哎，胡俊杰，最后面还有刘亦菲。我们退稿吗？好，我们退。可是我的包包其实也没有很重，就是要这样。我们是要去购物的。啊，够，大概只有我们推这个吧。我也觉得。我们直接超 local， 然后抱歉了，我刚才什么都是很去 Costco。啊，我们今天去逛 Burberry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边那个随便拿，对，随便拿。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去美国交流。就是它是一个学校的活动，然后呢有12天，然后我们两个是一个寄宿家庭，然后我们会有学伴，我们会去他们学校里面上课，对，一人一个学伴，然后还不知道学伴长怎样，但是知道寄宿家庭长怎样，就是有传照片。好，先讲，我觉得我的就是可能会讲英文啊，然后我的英文很烂哦，真的是破掉英文哦，我的英文真的很烂，所以。就是大家，你们之后听到任何一句英文都不要笑我。我的英文名字叫 Unilu 哦，云尼路啊，我的直翻超好笑，不要呛我啦，好啦 ，Unilu。然后我们就是要去美国，旧金山先见，先旧金山见 bye bye 啊。我们居然在中间，可恶，烦死了！而且就是中间的中间，最中间。我们上飞机了。很多人，有点多啊，我觉得蛮多的。当时综合难怪推不出来。开箱美国厕所，我们应该是 man， 就是一个非常毅力。终于软了，我鼻子已经脱皮了，我。看到那个山，我。这里太干净了，我们要先去我们登机门，然后呢，等一下要待在这里大概3-4小时。刚看到一个有人在猎物。副驾是背弓，但是要给大家看那个表，这样一下。我现在就先坐着，还要等很久。想要去逛逛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里后面是什么，但好像蛮少的，还是在楼下。然后像我们这样买的超市再买就好了。哦，白痴，好可爱的娃娃，春青超市啊。有人节省，哇，三六，
6×30， 180。洛梨配饼干，这个我妈应该会超爱。8块钱，240。贩卖机的什么？买袜206。L106。嗯。是要看蛋糕。我只是要看蛋糕。美国壁花，你要买这个、啊？哎、欸，它是斑石的，干嘛？他想买，他想买奶昔，还是要吃优格？还是要吃优格呢？我也选奶昔啊。耶，给个低分。Strawberry smoothie， 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。比我想的好，因为它就是水加草莓，我以为会很甜，但是好喝，还不错、啊，清凉甜甜。好远哦，没有很远啊。啊，他们家很大，是不是在浪中哎？这是我的房间。然后 ，Oh my god！ 我真的 Oh my god！ 哇，就是不是疯的那种人啊。我真的要疯了，我们在雪里面啊，骚骚，你要那个整整大字型，爱好我哦，好，你要录到我哦，有，好，我要躺了，啊，头发还湿掉哎，快点，我这样子。All right, we are eating snow. 然后来来 ，wait， 你用手拿哦，等一下。哦、oh, ，first， 手摇的，搓冰，这里唱就是绵绵冰，各位，绵绵冰，懂吗？好吃哎、欸，就是搓冰啊，没有味道的搓冰，虽然不知道脏不脏，可能拿去显微镜看一下，但是他说不会说。但拍不到，好冷，真的好冷。没有，刚没那么冷，但现在真的冷，真的冷。他们家很冷酷，哦，我手在抖。
我是不是来过、啊？我好像，我忘记我刚刚有没有那个，好像没有看外面，就是客厅。然后哦，李李不是要上厕所？厕所去了。在我们就在厕所里。看看，你找找看看，这个机这么打不开，有啊。哎，好亮！这是我们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小家，你知道吗？这里还有，就是个家，这是台湾公寓，这是他们的地下室，然后这种这是台湾的干林岩，对，台湾的什么？然后他还说楼上就是想吃什么可以去哪、哦。这有樱桃的，这是巧克力吗？还是糖果？这应该是糖果，樱桃的 cherry。分享完毕。我也想去开箱那个楼上的他们柜子啊，他们有一个储藏间诶，储藏间里面全部都是放吃的，然后有罐头啊什么的。哦，我现在可以去，我现在可以去，今天是在楼下，就在楼下，超屌超屌超屌！李宇现在洗澡，我可以看。灯在哪？好，我换镜头好了。超夸张，然后里面还有超夸张，就是一个北餐间，超屌了。然后是楼梯，楼梯，楼梯，对吧？楼梯，我刚没想错、哦，这个就是这地上都毛毛的，很好踩。好，我洗完澡了。然后现在这边是7:10晚上，然后呢，我刚刚就是在想说，我要不要就是录一个，就是每一天都讲一个今天的心得之类，我在想我要，好像要先写稿是不是？但我没有写，那不然我想到什么讲什么好了，想到什么？我刘海。想最没有连蓬头，就是没有连蓬头，就是要用冲的，不然就是那个冲的下面的那个水柱，所以很难洗。哦，坐飞机坐很久，第一次因为要转机，所以第一次就坐了10小时，我大概2/3都在睡觉。然后我就看了两部电影，两部都是卡通，我第二部还看到哭诶，超好笑。就是一个狗狗去救主人的影片，这里的物价都是台湾的3倍，像一个健达巧克力30几块这种，在这里要卖90块，就这样，晚安。我有一个包子，所以真的烧得准了。一个，然后4个枕头，然后再一个这个，所以今天陪我睡的是这3位。然后这个叫，它有针织，叫 V 耶，叫小 V， 超爱的名字，小 V 三小，好了，就小 V 了，小 V 不是金泰亨哦，啊，小 V 掉下去。小 V 跳了，小 V 不喜欢这个名字，谁管你啊，小 V？ 要睡觉了，这里那个很温暖，这个是毛毛的，然后这里也有一个被子是毛毛的，就是小 V 又掉下去了，小 V 一直跳楼，刚的角度好可怕，但是我在拯救小 V。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哦，这里真的太多好整。题外话，你们看，好看不到一个反光，夜景可以看到夜景。然后早上这里就是都是雪，就是一个雪景。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有没有拍到这里，但就是对，就是外面都是雪。第一天结束。